摸一下这边的腋下也是湿的，啊，这边腋下，还有这边也湿了，这边是湿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条毛巾也是有点潮潮的，不舒服。这边摸起来有点汗。所以检查起来是这个腋下湿了，腋下湿的。后面呢？后面还好，头也还好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好像流了很多汗，那比之前好了。比之前有时候来的时候，那整个背部都是湿的。那一这里也说他很会流汗。上次曾经有看过他们放那个看护垫在他背上来吸那个汗。折腾那么久，我已经来了半个钟头了，他还是昏睡的状态。看来吃了这个血压药就是有这样的副作用，但是不知道这样的状况对他是好还是不好。